您有五次提问的机会。第一个问题，第一问题当然先知道是男的是女的了。再来一个男的，您好像没有那么多男学生吧？啊，也有很多。有女士，这几个人，女士啊，女的哪个声部？女高音。女高音，在哪个地方工作？在北京。嗯，还有两个问题。是当兵的吗？您是军人吗？军人吗？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老家是哪儿的？哎，好，您的老家是哪里人？南方人，那肯定不是妖红了，妖红是东北人啊。吴陛下，确认吗？确认。好，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青年歌唱家吴碧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一个都没猜着。五、四、三、二、一，请打开三号房间。你看谁来了？真让我一个都猜不着。答对了！哎呀，来来来，小不点儿，小不点儿，这边跟着王老师走，哎。吴碧霞。著名歌唱家，1998年开始跟随郭淑珍学习，并在恩师郭淑珍的指导下，由民族唱法改为美声唱法。师徒二人今日相聚于此，将与我们分享成功背后怎样的酸甜苦辣。这算不算是您的这个得意门生啊？得意门生，我们的故事特别多，是吗？啊、哎，这个你看这嘉宾找的怎么样啊？对，哎呀，他跑不了。你说，我刚刚在后头我就说。我估计老师能猜中我。碧霞，你是什么时候拜郭老师为师的呀？哎，我是非常有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拜到郭老师门下，那是1998年。1998年呀。我今天我刚刚来的时候在车上还在算呢，我说多少年了？23年。你都那么大年龄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呀！露馅儿了。因为我认识你呢，是王老师当时给我看一个 MV。对，我那个时候是那个大爱天下。对、嗯、那个时候我以为你20岁呢、嗯、哎呀真的是可以哟、哦、我这都没给郭老师汇报过。咱也是干过大事儿的。我当年拍的那个 MTV 都是给卡雷拉斯和吴碧霞。哎呀，你想一想。我们找了一点可以放一下当年王维念老师的作品、嗯、他去唱的。我给他拍的，我给他拍的，来看一下。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time, the human race has crowded from the oceans to the skies. With our feet on the ground, the earth seems an endless stretch. But as we burden it further, the earth will lead us all behind.2008年他跟王维念老师的第一次合作吧，13年前。我当时就想，谁能和卡雷拉斯先生这个声音合上、是和，因为那个级别太高了。嗯，人家要挑，我要把很多歌星这个歌唱家的声音传过去，人家一个一个挑，最后说这个好，就认定了卡雷拉斯、卡雷拉斯认定了吴碧霞。碧霞拜到您门下的时候，你对小丫头印象是什么样的呀？对她的没印象。你咋没印象？因为是她老师跟我说的。哦，
那个金铁霖，嗯啊，他说求那点事儿啊，有一个学生是毕业了要做研究生，嗯，是他的研究生，对，他怎么想法呢？他说这个呀，他实话啊，实话实说，他不适合上台，嗯，你太矮了，听着。都是不适合上台哦，真的呀，是我们培养他当了，我还不知道就说这个话了，真的真的是。那今天的老师为啥自己不教呢？他也是声乐教育家，多棒啊。他的想法是什么？是最好是我们要让他当老师，嗯，哦，当老师呢就得要借鉴西洋的东西，借鉴哦，就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老师。他学的是民的，哦，他学的是民的，以前唱民歌的呀。对，对，哎，我出生在民族音乐家庭，啊，我学民族，所以让他跟你学呢，嗯，就是学洋的，唱美声，这样洋为中用，嗯，将来当老师。哦，那他，我觉得他说的这有道理啊，哦，有根据他的想法。考虑你的前途和命运。你否则的话，我就会拒绝。嗯，什么呢？我说，那你这样就剩你招嘛。对。他说学洋的，他当然洋的不行。对，金铁霖他杨金老师是教民族唱法，他教哎民的这个，所以呢，我就不能拒绝、嗯，对吧？再说他请我吃了两顿饭，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后来把他夫人也带出来了，马秋华也过来，俩人一块跟我说，然后。对，一次他跟我吃，两次他们两个请我吃，哎，你说你这历史是那么大的腕儿，哎，谢谢，推荐给那么大的腕儿，对，就是就这样，就是做他的我说那你得有聘书吧，他自己手写的一个聘书，手写的，不是印刷好了的那个，就是请我做他们的那个这个客座老师，对吧，这个带这个吴碧祥，哦，做这个，我很有幸，我很有幸，哎，是这样，很幸运，两个老师都好厉害啊！关键人家吴碧霞这么争气，人家这非但上台，而且在台中央这都没有离开过，连偏台都没偏过，你这事整的。那肯定，那就是他后来的成绩了。对呀，那他怎么就那么争气呢？他争气，他如果不换老师，他教他也教不出来啊。是这样，不，是说实话，真的，如果说，从唱外国作品这个领域来说，我认为郭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艺术生命。没有郭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不会有今天的。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妈妈，真的。